刚才左边腰痛啊，看着左边腰痛哦，我又看到我爸爸啊，我看看到我爸爸啊，他吃到啊，吃到斜在那边，哎，这还在做实验啊，吃到斜在那边的时刻，吃到斜在那边的时刻，哎，那个又站起来了啊，人又站起来了，就像个不倒翁就站起来了啊，现在从方方面面的那个。事业来看的话，就是在那个在我们隔壁宇宙的那边的星球上，人呢确实总是投放上的站立的啊。你要试图用其他的体位的话，最后还是站立在那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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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不是人横躺在那边啊。这个反复证明了这个啊。好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